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彰化的美食先生林政志。请问大家有带手机吗？有。对，手机有，手机人人有，手机人人会滑，可是手机油腻腻，没人会理会。手机说：“主人啊，我的身体脏兮兮的，你还在我身上做游戏。”手机的哭泣，美食先生能提。最在意，所以要让你的手机超酷、超炫、超亮丽，请用美之间奇迹布擦拭用奇迹，干净不留痕迹。把酒回灰，不爱看这菜龟；把片糊糊，打光看这打乌。要让你的眼界又明又亮又清晰，也是找美之间奇迹布。美之间是手机的亲密按摩师，眼镜的光明大使。美之间就是我的永美仙，谢谢。